一，柚子买顶部是圆的，不要买这种尖的。二，苹果不要这种点点的，要那种线条感的，上下两头越深越甜越新鲜的。三，山竹果蒂越绿，果皮软软的，轻捏能回弹就是好，下面的花瓣就代表果肉，五个花瓣就是五个果肉。四，葡萄最底下的甜，整串都甜，而且果霜越多越新鲜。五，选荔枝不要选这种全红的，要选这种粉红中带点绿，形状似草莓，捏着有点小弹弹的。六，挑西瓜看瓜脐，小的要比大的更甜更好吃。七，菠萝尾巴越长就越甜，短的不甜，果眼大的越甜，果眼小的不甜，底心白的甜，底心发黑的不甜。八，凯特芒从果柄处开始变黄，捏起来稍有软度，就是一个成熟的芒果。九，火龙果果柄新鲜的甜，果柄干的不甜，叶片距离越宽就甜，窄的不甜，叶片短的甜，叶片长的不甜。十，橙子圆点的是公的，圆圈的是母的，母的要比公的甜。十一，哈密瓜不要买糖线没到根的，要买糖线爱到根的。十二，香蕉不要选直的，要买弯度大的，果形圆润，外皮金黄，带点芝麻的更好吃。